今天摘了29朵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咱们今天做酱香饼。做酱香饼的酱需要用到花椒，用新鲜花椒做出来的酱吃起来不是很麻，但是非常香。空地里的草又长满了，有时间再把它拔一下。上面有两条丝瓜，等会儿再做个汤。和面，用50度左右的温水和面，揉成团儿醒一会儿。热油先做酱，放花椒8角，炸香后捞出，放1勺黄豆酱，1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酱就做好了。醒好的面揉光滑，分成3份，擀成长方形。这种饼擀得越薄越好吃。抹一层油，撒一层熟芝麻，卷起来，从一头盘起。再擀成薄饼，刷点油，饼上边再刷一层油，下边金黄后反面，把酱抹上。撒一层葱花，撒点芝麻，丝瓜切片儿，打2个鸡蛋，热油，先炒鸡蛋，放点清水，放丝瓜，放虾皮儿，煮开后小火炖10分钟，10分钟后放点盐。给他给我兜里去看一看，想给你连冰夹着啊，把冰再喝汤啊，好闷爷们儿啊，看这叫火烧啊，你妈给你烧啊，这么也爽，真爽啊，比较什么多吃点，那滋味咋着嘞？是保育型的。
好，你连吃的地儿吗？你呀，干啥？再吃吧，我今天也得吃。妈，妈手去哪儿了？妈，妈手里。拿手抓吃啊！不吃腿。长了。好，你吃，你还没吃，你吃，可好吃的。好吃啊！还没有吃过酱香饼，好吃吧？这是酱香饼，好吧？嗯，酱香饼。好吃，好吃。好，今晚能吃几块呢？5块。嗯。那吃5块。哎呀，鸟娃还是能吃，带馅儿的东西。嗯。带馅儿的东西，鸟娃都能吃。我俩不吃口水吗？啊，鸭不吃水，跟我一样。这球是哪挑的？他还要吗？不要吗？吃啊！我爱鸭，我爱你也好。嗯。好，快喝啊！丝瓜咱要吃的啊，不能光喝汤啊。吃瓜子比咱吃，咱可要。哟，我啥呢？还腌鱼儿的，还吃吃了。我虾皮儿里头的鱼儿。嗯。嗯，吃。啊、嗯、啊、嗯嗯。好吃吗？咱连这里头这吃，咱吃，还吃不好。你都喝的。好好吧。我鸡蛋吃了哈。鸡蛋和丝瓜子都吃了啊。现在不敢比了，比的一点啊没了。那马上给你要的。我给你要说的，哦，要这里吧，你先让我吃吧，先让我吃吧。嗯，哈哈哈，嗯，叫下去，再给你要点汤。那玩意儿好，你还要吗？哈。不要妈就全倒了，啊！满满一碗儿，啊！包里行了啊。